所周知，申金哥曾经也是荒野行动头号玩家，但这两天我才知道他有一个玩法叫荒野制造，其实呀就是一个荒野行动版的地图编辑器。你可以像这样编辑一个地形，放文字，放建筑，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放满空投才有的枪和配件，这不得进来试试。哇哦，刚进来就看见个脑洞大开的唐僧 VS 鲨鱼，双方在火焰山上大战，这我得赶紧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哇哦，刚进来就看到唐僧和鲨鱼在对砍，为什么呀？难不成是唐僧跟潮流想吃鲨鱼肉，鲨鱼精又想吃唐僧肉，那为什么又在火焰山上干架呀？罢了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我乃剑圣唐僧，自东土大唐而来，今天就要拿你们鲨鱼开开荤。要打架了，算我一个。嗯，我怎么用的是拳头，他们都有刀呀。哦，掏出来了，正好来烧。还没有适应节奏，好，斗霸艰险再出发，这就来了一个，看我几刀把他做成生鱼片。怎么还有人偷袭？那可就别怪我也不讲武德。感觉没玩够，我再来一局，让我逮到了吧。哎，别跑呀。不对，我被引到他队友旁边了。没事啊，看我乱劈风刀法，劈劈劈。哎呀，没注意脚下成了十足老爷们儿。再来，我队友正在角落被围攻，我看好脚下，再来乱劈风刀法。我玩了一会儿才发现这个台子干什么用的呀，现在上面站着两个鲨鱼，不对，他们有枪。我好像明白了，有机会得上去拿到枪之后不是可以为所欲为。只顾看着脚下了吧，还在用枪。现在台子上怎么只有鱼叉呀？没事，再等会儿。哎呀，防不胜防，这种乱斗玩起来还真挺解压的啊。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。这是什么高难跑酷图，通关率只有 3%， 简介还说注意别高血压了。嘿，我老婆都不怕，还能怕这个？来，让我通关给你看。游戏开始了，先挑个载具出发。好大的箭头，那应该就是跟着箭头走了。然后呢？哦，在这里看到了，一开始啊还给我发了手枪。这个宝箱里有什么？你这，你给我也用不上呀！15倍镜左轮，你当这是狙啊？哎，算了，看看接下来往哪走。哦，看到了，好家伙，这建筑可真乌漆麻黑，亏了还有轮廓。来，走啊！这距离没问题啊。等一下，我再跳一回。不对，这地图作者可不是什么好人呢，和我玩心眼子。果不其然，让我以为有个台阶，实际上只有一个脚能上去。被我看破了吧。好，上来了，这里虽然很黑看不太清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绕着圈上去。然后我看看路线啊，这边看着矮，应该，哦，这是回来的路，那应该是这边。哎，我怎么跳下来了？没事，我重新爬就是了。哦，对，我是傻子，他有存档点呀，我死了不就回去了？我真是个小天才。我不打扰了，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你们外星人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再玩下去我高血压就要直逼250了。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。哦，还有这种好地方。好好好，还是来这里放松一下吧，顺便欣赏一下风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游戏里的建模虽然已经挺多了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还能更自由点，让玩家可以分享自己搭出来的模型。比如我用基础模型捏了个 HIM 当个吉祥物放在地图里，就盯着玩家，多好，谁看了不爱用。在我看来，这种高自由度的编辑器是最适合出新爆款的平台，毕竟玩家最清楚玩家想要什么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继续去发掘好玩的地图了。